开心，我们可以聚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一起起立来拜，我们一起敬拜，我们一起来念诗篇。虽然无花果树不高大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春种绝了芽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Thank you.
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父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父神。诗篇62篇5-7节。敬拜你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
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只见一人，不见我们只见你一人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在一个礼拜的劳苦之后，我们休息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主啊，因此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的身心灵，我们的灵魂体要在你的面前休息。主啊，因为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，要知道你是神。当我们进入安息的时候，神你的大能就充满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进入安息的时候，神你的大能就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天父，我们来赞美你。天父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就将你安息的大能充满在我们中间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就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你的面前安息下来。主啊，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忧虑，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劳苦，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重担，主啊，我们要说，现在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把这一切都卸下来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因为你要使我们的手得脱重担，主啊，使我们的肩膀的重担脱落，主啊，使我们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，主啊，使我们发酸的腿再挺起来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这个礼拜，我们的台湾经历到了花莲的地震。主啊，有许多的人失上他们的家庭，失上他们的家人，失上他们的房子。主，我们为着花莲这块土地，为了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来赦免台湾这块土地的得寸的地方，求你赦免我们祷告的不够的地方。主，我们愿你的宝血就是来洁净在我们当中，洁净我们这块土地，洁净我们。主啊，好让我们这块土地是高举耶稣基督的那个名的。主啊，好让这块土地是高举耶稣基督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天父，我们把花莲的那些受灾户，那些受灾的我们的骨肉至亲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愿你的安慰，你的圣灵来安慰，来触摸，来医治。主啊，在这个当中，主啊，我们相信危机就是转机。主啊，我们相信，主啊，在苦难中，神你要亲自的来遇见他们每一位。主啊，你的爱，你的圣灵就大大的来彰显在那个灾区的当中，彰显在那些受伤或是失去家人的家庭的当中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就大大的运行在这个地方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就大大的运行在台湾全地。主啊，愿你复兴的火来临到台湾这块土地。主啊，我相信，主啊，你是仍旧要拯救台湾。主啊，你仍旧是爱台湾的。主啊，你仍旧要彰显你的医治，彰显你的拯救，彰显你的大能在台湾这块土地。主啊，因为台湾要成为宣教的航空母舰，要向大陆、中国大陆宣教，要从这个地方要拆派许多的宣教士出去。主啊，因此你要来翻转这块土地，翻转这块土地的上面的人民。主啊，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悔改回转，归向你的名。主啊，来兴起这块土地上面的属于你的子民，属于你的基督徒，属于你的孩子。主啊，你把刚强壮胆的心就充满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刚强壮胆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软弱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只看着我们自己，不再舔自己的伤口。主啊，你说够了，不要再看自己了，不要再舔自己的伤口，你要起来，你要起来往前走，起来就是了。神要给我们恩典，要继续往前走。神要给我们恩典，当我们把我们的脚步跨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跨出一步就有一步的恩典。我们跨出一步，圣灵的大能就与我们同在，圣灵的大能就与我们所做的工来伴随我们前行。圣灵要用他的大能，圣灵要用他的神迹奇事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，所传的这所做的工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把我们永福教会就交在你的手中。天父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永福教会在这里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，我们要说，主啊，你差遣我们，差遣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，差遣我们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，差遣我们去与你同工，差遣我们去触摸那些受伤的、被压制的人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来是要教那些失丧的要得着拯救，主啊，那些被压制的是要得自由的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就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，愿你的圣灵就高过今天早上的聚会。主啊，让凡是来到这里的人空空的来，要满满的回去。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圣灵的大能今天早上要浇灌在这个地方。神要恩膏今天早上所有的聚会，每一个聚会，每一个内容，包括恩膏肖中轩传道的讲道，主啊，使他的讲道是强而有力，触摸到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神你的话解开来，主啊，你的话要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刺入人的心中，刺入火开。主啊，让我们领受了你的道，领受了你的话语，就行出来，就将你的话语行出来，在这块土地上。
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邀请你的圣灵，欢迎你的圣灵，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宣告使徒信经。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成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下一页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奉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奉，我信罪得赦免。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接下来我们来读圣经路德记第一章一到十八节。我读第一节，然后慧仲接着念第二节。我第一节，慧仲念一节。第一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这个人叫利尼俄，他的妻女叫拿尔米，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马伦，一个叫西缅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马拿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，就住在那里。第三节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。一个名叫赫拉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第五节，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厄米，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。他就与两个儿子一起生，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自然施与他们。第七节，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拿尔米对两个儿子说：“你们各个人回家去吧。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死的人与我一样。”第九节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们的国去。十一节，拿厄米说，我的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，岂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的生子。十三节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厄尔巴与伯伯亲嘴而言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。十五节，拿厄米说，看啊，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路德说：“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。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拿厄米见路德决意要跟随自己。接下来讲到，我们邀请冲轩传道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婆媳相处之道。
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何等的有福，总是能够感受到你用爱看顾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需要。现在社会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时代，婆媳关系问题也层出不穷。我们期待透过你的话语，再次重新学习及面对，让我们的婆媳关系相处更美好、更快乐，关系更亲近。过去的伤痛也能因着你的爱得以化解，彼此饶恕。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好，我今天啊，我想要问一下哈，我今天要讲婆媳问题。然后我先问一下，你认为婆媳相处非常简单的解决的？哎，都没有，所以表示说，哎，你们觉得婆媳相处怎么样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不好玩，对，真的也不好玩。说得很好。好，第二个。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有婆媳相处组合非常好都没有问题的，请举手。哎，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一定有的，不会没有。虽然婆媳相处非常困难，但是还是有人处理相处得很好，还是有啊。那我再问你们哈，你认为婆媳相处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问题？比较重要的关键问题是，你认为？观念沟通好，非常好。OK， 还有呢？对你们来说，还有呢？习惯。哎呀，不错，很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我自己想，那你们自己想看看哦。这是我常常遇到的问题啊。就第一个，怎样？我，你的我跟我的我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大家都觉得是我的才对，有没有？哦，婆媳相处很多时候是这种情况，所以自我中心很强，所以他就不愿意自己放下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很容易竞争哈，尤其是对儿子。这个儿子怎样？娶了媳妇儿之后呢？怎么样？啊？是谁的？到底是谁的？啊？是媳妇的。哎，这是我生的嘞，结果你进来没多久就把我孩子的心给掳走了，那你觉得嘞？当然是觉得不爽了哈，不爽。所以呢，这个什么婆媳的问题，常常因为儿子的什么在竞争那个什么抢爱，是为了爱啊，为了爱，然后这个竞争哈。所以这是一个婆媳很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儿子有没有很重要？儿子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很重要。这个等一下好好听。今天男生要特别要听好，以后你就是做那个中间的哈，心理以后很重要哈 ，OK。然后再价值观，很多时候婆媳很多时候是因为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，他们的观念很多价值观不一样，所以来自不同家庭所要求所期待的就不一样。不要说婆媳，连同一个家庭越亲密的关系怎样也搞不定，有没有？亲子关系有些时候，即使在同样环境跟家庭长大，还是一样吵架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哎，真的，我自己经历过很多，也听很多，每天都在听这些故事，每天都在听。好，在婆媳的管教上会不会一样？不一样，因为原生家庭不一样，他管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，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架。我以前跟我婆婆常常为了管教孩子吵架，而且吵得还蛮凶的。吵到他觉得说，我怎么那么狠心啊？比如说我训练孩子要独立自己吃饭，他就说我很懒惰，他就说我很懒惰，说自己不跟他喂，然后就让他弄得怎样，地上全部都是啊。所以这个管教问题是真的很大的问题啊。所以呢，我婆婆在我家住三年，但是呢，等一下我再说，我没有因为这样就跟他关系恶劣，没有啊，我还是吞顿，我没办法。在他不在的时候我管教，他在的时候也没办法，就认了这样子。所以等一下我再讲圣经有一些原则。在生活习惯不一样，不一样还是不一样，所以也是会很大问题。在金钱观呢，不一样，也不太一样。你如果用钱太浪费，他认为这个东西买化妆品，你花买那么多的钱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觉得这很重要啊，媳妇也觉得很重要，但是婆婆觉得，哎呀，浪费到极点，有没有？
然后买那个衣服买那么贵哈，那不会觉得真的看不下去哈。所以在金钱上、用钱上，常常会怎样冲突？其实很多冲突，讲不完的冲突，太多的冲突都是因为很多的价值、很多的理念、很多的生活习惯、很多的认知造成我们这样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再来看，我为什么在新春之前要讲婆媳相处？来，我问你们，新春过年会怎样？婆媳要不要在一起？厨房，然后呢？厨房怎么样？啊，这下可惨了！啊，两个女人怎样容貌不像？我记得以前我在切菜，我婆婆就会说：“你切菜呢，还是切？”哦，我根本搞搞，我把人切了吼。啊，我一点不是干那样吼。你看，光一个炒这个菜就可以炒不停哈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怎样，造成常常要回家哈。常常我们如果要回婆家，就开始怎样？焦虑、紧张、担心、焦虑，还有个等你啊，好，啊婆婆哈，其实她也很高兴你要回来，对不对？儿媳孙要回来很高兴啊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相处没多久，开始就怎样，气氛的掰掉掉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开始会有不一样的生活习惯，开始有管教不一样，开始话音啊，话话当话塞，有没有？我就会发现，哎，管教不一样的时候又怎样，开始又吵架，所以。关系就很差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没结婚的，现在要先了解。等到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要怎么面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版本，所以接着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，所以我不是我有按照顺序在讲这个主题的，好，来，这谁？这是什么？这个谁做的？米勒，米勒，哈，这个法国的米勒，哈。那这个在1850那时候就完成了，然后这个在叙述谁的故事？路德的故事，所以你知道这一幅画非常出名，是因为他在讲圣经里的很有名的故事，很有名的故事。十岁，所以十岁大家知道，就跳切了道理，这样子大卖。好，那我要讲一下哈，这个路德记的一些历史背景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这个背景很重要，就也关系到。现在为什么这个大卫王的时代，这个关系到这些吗？路德，我问一下，路德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？哪里的人？摩押的女子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哈，摩西那时候有一个律法的规定哈，规定说哈，亚门人跟摩押人哈不能够怎样进去聚会，就是进去祭拜上帝的地方不可以进去。而且哈，连他子孙十代都不能够进去。为什么摩西会有这种规？就是说，为什么是这样的规定？这个法律为什么这样的规定？主要是什么？你知道路德哈，他是来自谁的后代吗？罗德。那罗德是怎样？罗德有怎样？乱伦。他跟谁？跟他的女儿。他女儿设计哈，让爸爸怎样喝醉酒。那喝醉酒之后，哇，大女儿进去，二女儿进去，然后刑法，他们就是要生子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生子，乱伦哈，然后造成什么呀？这个后代就是不 OK 就对了，所以摩押他那个大儿子的名字就叫摩押，然后二儿子的名字叫便雅悯，不是、啊，就是那个二女儿的孩子叫便雅悯，所以摩押就成为什么摩押人的什么祖先。然后呢，便雅悯就成为亚门人的祖先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背景，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是以色列，他出埃及的时候，经过摩押跟经过亚门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接待他们？没有。都没有。亚非西亚哈，他们要给他食物跟水都没有给他们供应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很生气了哈，竟然都没有怎样帮助我们这样子，而且还咒诅他们，所以他就很生气，所以。这个以色列人跟摩押人跟亚摩人怎样就结怨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怨啊，就是有怨彼此有很大的仇恨嘛。那路德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哦产生的哦。然后这个作者呢，他主要就是在叙述说，这个路德这个虽然是婆媳相处，这个故事在讲家庭的相处的问题之外哦，这不是主要的，主要是在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不是主要是在讲什么？就是他们上帝爱这个外邦人，接纳这个外邦人，拯救这个外邦人的故事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的
历史的状态哈。那我今天要拍这个地方，那路德的情况哈，就是说这个这里有告诉我们说哈，很多时候在这个以色列的过程当中，在这个四十时代哈，它是放在四十时代，所以它这个阶段呢，它是一个黑暗时期，以色列史里面的很黑暗时期，大家都敬拜什么偶像，然后没有敬拜神，所以他们就应该说上帝很伤心难过。但是呢，这个路德是外邦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怎样？他却怎样？他有没有爱神？有。而且他是爱神的神，婆婆的神，哎，不是他自己家里的家人的啊，家人的神是什么神？他们叫基母啊，好，等一下我跟他讲基母，等一下我跟他大家讲，等一下我讲。那你看哈、哦，一个是自己的以色列人自己不敬拜上帝，好，然后去拜偶像。啊，结果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外邦人他怎样来敬拜以色列人？所以这个会，而且始终都没有放弃哦。所以在他们当外邦人很难过、很煎熬的时候，你看上帝还是爱接待这个路德，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。因为路德的这个心跟着上帝的心哈很重要，所以让他神就祝福他们哈。那我们来看看哈，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看看。这个是在士师时代哈，那时候他们伯利恒这个犹大那边哈怎样闹饥荒，国家饥荒了，他就说怎样没有东西吃，阿伯利恒嘛没东西吃，所以呢就要从犹大到摩押去，等一下再看给你们看地图，从犹大到摩押去哈。那他们到摩押地方，然后他们就带着什么两个儿子哈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是拿厄米，我看看哇这个。前面那个地方，一个拿俄米，一个以利米勒，以利米勒就是谁？路德的谁？啊，公公嘛，哈、哦，拿俄米是路德的什么？婆婆，哈、哦，那他生了两，那个拿俄米生了两个儿子是谁？马伦跟基连这两个人，哈、哦，所以他那时候从犹大，然后就带这两个孩子到摩押去，这样子知道哈、哦？然后就在摩押寄居差不多十年左右，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？那时候就怎样开始？好，他就以利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以利米勒？以利米勒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。为什么都没办法？啊，以利米勒是我的神是王，好，我的神是王。那拿厄米是什么？舔的意思，好，好。可是拿厄米并不觉得自己是舔，他自己觉得是什么？苦因为谁他怎样，那等一下我来看看为什么这样说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哈，这是伯利恒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这里是摩押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他就从伯利恒到摩押这个地方来。好，那好，那伯利恒意思就是两子之家。好，那他又名，他的名字另外你帮我按好了，这个没办法按，就是以法他，就是这个是以东的意思，他就是丰盛之地，所以其实伯利恒这个地方原来是，可是那时候刚好是，就是饥荒，好，没办法，所以他到摩押来。那我们就看哈，拿厄米跟路德哈，我们要看往下哈，拿厄米跟路德，那以利米勒后来公公就怎样死了，就是他的先，拿厄米的先生死掉了，死掉了之后呢，他就剩下什么？他有娶了两个嘛，哈，娶了两个，一个是谁？就是他儿子娶了两个人，一个人是谁？一个是马伦，一个是基眼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长大了之后，然后呢，他就娶这两个人就娶了一个是娶厄尔巴，另外一个叫娶路德哈、哦。这两个人他们在那边住了十年左右哈。那马伦的话跟基眼，我们看马伦的意思是生病的意思，那基眼又是憔悴，哇，那你看这个名字就觉得怎样？好像必死无疑哦，感觉这个名字取得不太好。然后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，那路德的意思就是 friendship， 就是有那种友谊伙伴的意思哈。那厄尔巴是什么？因为厄尔巴心怀二意哈，半途而废，就是说这个厄尔巴哈，他没有从始到终都是跟着这个伯伯。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故事哈。所以
你看这个名字的意思跟到最后结果差不多，好，找到结果。所以你们刚刚说，那个谁，那个男二女不是苦吗？很苦吗？那为什么是铁？哦，因为他从苦到变铁，最后变铁，还是这样哦。OK， 好，所以名字很重要，取名字也很重要。OK， 好，那他就跟儿媳妇两个人就怎样？他们那时候因为这边玩的是。那他们就两个人都过世，两个人都过就这个什么马莲跟基伦哈，马伦跟基莲两个人过世之后，然后呢他们就怎样，没有地方，就是他们知道说，哎，伯利恒那边哈，开始有东西可以吃了，那他请就那边人请他亲人回去，所以呢这个时候拿俄米就带着什么那个。他们两位路德跟厄尔巴要回去，那要回去的时候，还要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说，可是这两个孩子都那个儿子都已经过世了，那过世了我还带他们回去，这样子有点不太好，而且那么年轻，他们这样子过去，他就觉得这样子很对不起他们，而且我应该怎样成全他们，让他们怎样回自己的娘家去，所以就跟他们讲说，哎，你要回娘家去了，那我希望说上帝恩待你们，让你们怎样，你们对待我这么好，因为这两个路德跟厄尔巴其实对这个婆婆都非常孝顺，而且很尊敬她，所以都没有在鼓励她。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婆媳相处，这个这一对是很标准的一对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还没，那他们就希望说他能够回到这个新夫家，就是希望说他可以再怎样嫁到一个先生，就新夫，然后希望他能够得到平安，这个是拿俄米对他们的祝福，然后而且呢又怎样跟他们怎样亲嘴，那亲嘴表示什么？表示什么？道别祝福，还有呢，表示他们关系怎样好不好？很好。如果你跟他关系不好，你会跟他亲嘴吗？我发现你那边早，那边早，对不对？尽量快点离开，越快越好。可是不是啊，他是就是这样子，能够怎样，很贴这个婆婆的心，所以婆婆愿意去怎样跟他亲嘴，那他也愿意跟婆婆亲嘴，那个表示那个关系是非常 close 的，很亲密的关系。再往下，那他要跟他这样讲之后，这两个儿媳妇就怎样啊，哭得不得了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哈，非常非常的难过，一直哭。他在这样哭的时候，哈。他说：“哦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你不要把我们丢着啊！我要跟你去的，你跟我，我要跟你一起去，我要跟你一起去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你要去哪，我要跟着你去，去到你的国家去，这样子哈。你看哈，媳妇哈，跟定了这个婆婆，就表示说他怎样，那个情感是很深的，所以他很难割舍。哦，这个这样的关系就是那个爱的关系，他因为有爱，所以很难割舍。”那拿俄米就说：“哎呦，女儿，你看他这里讲真的是什么？女儿呢？他在表示什么？他把他当女儿看待。所以女儿，如果是女儿的话，啊，已经死了先生的话，我们就想说应该让他再嫁，不要在这里耽误他的什么青春跟未来。好，不能这样耽误。这样我如果耽误他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所以应该放手才对。所以他就放手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办法再生一个儿子在那里当丈夫了，再生下去的话，怎样？我已经怎样，老了啦！啊，你们那时候他找到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几岁了？那也耽误你们青春，而且，况且我现在有先生也生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就这样讲。所以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一直跟他拜托哦。所以呢，他说：你知道吗？你们不回家哦，让我非常痛苦。”不要这样折磨我，这样太折磨我。好，那这时候你看，他们就那个谁，厄尔巴就先走，所以呢，那个婆婆就跟他说拜拜，这样回去了哈。啊，这个跟他抱的是路德哈。那这两个儿媳妇，他就痛哭一次，因为要离开，就痛哭一次。那厄尔巴就跟婆婆亲嘴之后，他就离开。但是呢，路德怎样？他还是不要。这个人就先走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好了，成全婆婆的意思。既然婆婆这么说了，那我就走吧。他就去了，这样子哦。
可是这个路德怎样？没有，他舍不得，他还是想要待下来。他觉得婆婆一个人死了丈夫，又死了儿子，剩下什么？一个呢？这个叫孤独老人呢？哇，这个什么路德怎样？舍不得啊，心疼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有一个婆婆一个人怎么办呢？我应该陪伴他的，所以他就愿意陪伴他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，然后你就说啊，你嫂子都回去了哈，啊你就跟着他回去吧，回到这个地方去，你也跟着嫂子回去。这个地方，他说叫陪回去，回到哪里？基母，那这就是那个地方，他们敬拜那个神，就是摩押地方，他们敬拜的这个基母这个神，他就叫回去。好，那路德就说你不要催我回去，这个。我跟你讲，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你们其他都忘记，这个经文绝对不要忘记，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，好吗？对，来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你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。你看这个路德，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路德那个尾声的爱。第一个，同伴，有没有同行？同心同行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他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，我就怎样往哪里去，对不对？”然后再来呢？同住，他说你在哪里住，我就跟你到哪里住，所以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的意思啊。再来，他说你的国就是我国，所以是什么同国？你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，所以他有认同，认同很重要。例如美国到台湾来，他不认同你啊，这样到台湾去算什么，对不对？到美国来吧，好，类似像这样，他没有办法，他不会这样子，他就是怎样认同这个国家啊。然后你的神就是我神。你信的信仰的神，我也跟着你这样崇拜、敬拜他，我也来敬拜他。所以那个生命是怎样，一起两个人合一的嘛，他愿意这样。所以呢，他说同死哦，他说你要在哪里死，我也要在哪里死；你要葬在哪里，我要葬在哪里。那请问这两个人关系如何？你觉得亲密，而且呢，尾声到舍己，这是舍己的爱，对不对？他说。除非你死了，除非你死，我们才能够分离。如果没有死，我们就不分离。那如果没有这样子，我希望上帝好好怎么教导于我，就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话，是上帝要处罚他。你看他多么爱这个婆婆。好，那这也是路德的爱。你会看到路德非常有，他是一个摩押女子，可是他愿意敬拜神，而且他愿意忠诚到底。第二个是说他是怎样？他的宗教信仰，他愿意跟着这个婆婆的宗教信仰，拿俄的宗教信仰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路德后来成为一个大卫王的什么阿嬷曾祖母？所以你知道吗？路德再说了，他不是纯种的，应该不会怎样成为这个大卫家的后代，对不对？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有这个路德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所以路德。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就在这个地方彰显这个上帝对外邦人一样的爱，即使他颠沛流离，他都一样爱他，很重要。好，那我再来看，然后你知道说哇，他这个媳妇哦怎样跟定他了，你没办法，只好怎样，好了，那就跟着吧，不然怎么办呢？你看他这心都已经定，我还能怎样呢？就跟他。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同心同情到伯利恒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今天要讲这个婆媳的部分。第一个无私的爱，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对这个路德一个很无私的爱，怎样让媳妇回娘家去，你有自己拥有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他愿意这样割舍。第二个牺牲的爱，愿意成全这个媳妇，然后让她有一个新的家庭，然后愿意她再嫁，那种体谅的爱很重要啊。这是拿俄米对路德，但是路德呢也对拿俄米怎样？他非常孝顺这个婆婆，把她当成妈妈一样，拿俄米把她当成女儿一样，一样两个人是相对的。
另外一个是他也愿意牺牲自己，就是不用去再嫁，但是呢再去跟婆婆在一起，所以他也是牺牲自己的权利。第三个，他愿意尊重好顺服这个婆婆，婆婆跟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他有再嫁，这个再嫁是谁的意思你知道吗？婆婆的意思哦，婆婆意思，然后你就叫他怎样，你去找那个波阿斯，那波阿斯其实他以前的近亲啊，就近亲属，所以叫他，所以后来波阿斯跟他离的那个什么年纪有点距离，但是他觉得婆婆说的好就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叫什么？顺着婆婆的意思。然后他后来孝顺婆婆，可是你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得福？有，在波阿斯，我今天后来没有讲后面的时代，以后再有机会再说哈，后续的故事。那我今天就没有讲，没时间讲。然后圣经上的教导就是说，你要两个人，就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人离开父母，然后离开父母，两个人成为一体，这圣经很重要。所以要不要住在一起啊？啊，到底要不要住在一起？刚刚那个婆媳是有没有住在一起？有。他这个人，圣经这样有没有很矛盾？到底我是要住在一起还是不住在一起？这个是要两个人成为有夫妻关系，两个人成为一体，就是那个合理的关系哈。然后再来就是说要学习怎样尊敬，尊敬，尊敬，然后学习顺服，学习信任，彼此的信任，这很重要。那刚刚我讲到说，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是儿女的关系，那种妈妈跟孩子母女的关系那样子的亲的哈，哎，要做到不容易的哈。我们现在这社会要做到非常不容易，但是尽量做。以基督的心学习，阿赛，不要这个婆婆没有那个拥有他们的那种想法，就是她希望他们独立自主能够生活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是，这个媳妇呢，路德呢，她也是用孝顺父母来做，她用实际行动来孝顺他。那后来她怎么孝顺？她都去捡十岁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十岁，就是她都去波阿斯的那个田野里面哈。哦，在那边啊！你十岁那个时候不古代的情况是这样，就是哈、哦，他们在弄十岁的时候捆那个捆的时候哈、哦，都会有留下一些什么稻穗是落在地上的，然后他们就捡那个落在地上，他就波阿斯跟他们讲说，那个落在地上要给那些哈、哦、鳏寡的哈、哦、有贫困的家庭的那个妇女，你们就去给他们捡，好，所以他们是捡那些东西，然后。才得到维生养生活口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的过程哈。所以路德就是这样来养这个拿俄米，好，那拿俄米就怎样为他怎样找先生，好，因为他觉得看他孤单一人，还是觉得看不下去，还是愿意哈他有一个后面的人陪伴他哈啊。的确，他们两个彼此的怎样为了对方的需要，满足对方需要来实际行动。那现在哈、啊，这里没有讲到儿子，因为儿子都死掉了，所以这个婆媳相处只有婆媳相处。那我要说，儿子有没有很重要？有。事实上，后来波阿斯算是怎样？他们的也算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哈。所以这个波阿斯都成为怎样？他们彼此的照顾人啊，所以照顾这两个都照顾。那儿子，我要说以后你们当先生的啊，当先生的信心呢？好。很重要的呀，要成为什么？协调者、沟通者，然后彼此传递讯息，然后彼此说好话，彼此说好话，让对方觉得在婆婆身上很有分量，在媳妇身上也很有分量、很有价值，这是儿子的角色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哈，婆媳相处实在是有我先分享。多了解婆婆的需要哈，你多了解，用同理心去对待她，那个生命就会。然后你愿意多给、多关心啊、多付出，我相信婆婆都会感动的。好，再来，爱的存款，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有教啊，如果你们没有上过的，就到亲密之旅去上课。我们这多存款，什么叫存款？就是要存爱的存款，爱的越多。然后感动越多，哪一天吵架的时候还有怎样本钱啊？你如果每天都怎样吵架，每天都要提款，那就拜拜，好，很快就瓦解，关系就瓦解，好，所以这很多破产，对，好，贷款贷很多，那就惨。再，
常常我们要把我怎样致死，那个老我就把它杀了，再见，拜拜，好这样子，然后活出神要我们的样子，用基督的样子来为婆婆分担解忧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要多说造就人的话，帮助人的话，提升对方价值的话，要做这样子，然后不要告状。常常我们都很会告状，千万不要告状。你看他们两个都没有在告状。然后再来，爱他就是要怎样满足对方的需要，不管是谁。好，待会我们来看这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我相信每位应该也知道。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牧师娘呢，知道她的媳妇呢，雨光生病了，雨光生病了，然后呢，那个媳妇呢发高烧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婆婆看到状况不对劲，马上她煮了一个什么鸡汤，香菇鸡汤里面有补药这样子，哇，就热腾腾的，还冒雨骑着机车。通通通通通通通到那边去，然后说马上说你快点吃，好、哦、快点吃这样子。结果这个媳妇呢就一喝，超好喝，她说连下喝了三碗哦鸡汤，她说就温暖在她的心，然后她就很高兴说哇这个婆婆这样爱她，她就很感动。这就是什么行动的爱，当对方有需要的时候，你马上知道我有付出，这是婆媳关系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。那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愉快的妈妈，愉快的婆婆？你看，这里假如说要懂爱的真谛，亲密关系。第二个要放手，让对方做自己，然后呢，不要过度干涉。哦、真的，夫妻关系不要太多干涉、哦、尤其是合伙，不要太多干涉，管教也不要太多干涉。你越干涉越多，冲突就越多、哦、记得那是他的，他要管的，他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。所以婆媳关系的界限要分清楚。再来，你要会很容易体恤这个媳妇的辛劳，然后呢，随时可以提供帮助。好、哦，她需要你的时候，快点去帮助她。她如果要外出旅游，你今天帮她供应啊，哎，这个供应啊就很 OK。但是呢，千万记得，管教是谁的责任？媳妇的责任。管教是儿女的责任，不是你的责任。千万你不要去成为管教儿女的责任，很重要。你可以跟她玩，但是不要。含义弄顺 OK， 但是不要做这个事情。那第二，还有另外，儿子不要占为己有，很重要。儿子不是你的，也是怎样媳妇的。好，然后很多事情你婆婆要自己独立自主，然后以身作则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想要麻烦别人。有的人用生病来怎样控制家人，媳妇来听话，因为用生病来控制别人，好，这个是很不 OK 的。再来，如果是当婆婆，常常参与教会的事工，然后事工或者是扩大你的生活圈，这样你就不会把很多的什么脑筋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好，就不会这样子。再来，你要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成长，然后把身体照顾好，你以后就比较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你。好，那媳妇要怎么帮愉快的？我告诉你，婆婆不在的时候。尽量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但是说婆婆在的时候就尽量满足呀婆婆的需要，还在吗？好、哦，要看状况啊，你不能全时间都满足婆婆的，你都没有，这样你会不平衡，所以两边都需要，两边都需要。再来，这个我刚刚讲过说，孩子的责任自己来带，另外一个是你用神的心、基督的心，然后来爱，爱你的婆婆，爱顺服她。再来。常常你要有一些物质或者是情感上的交流，尤其现在节庆到了，对不对？春节到了，该有的钱啊、要不然该有的礼物啊、该有的需求啊，要得到满足，让他快乐啊，得到满足，因为你爱他，所以两个都要并进，一个是情感的呵护、关心、照顾、需要，这个都要啊、一个是从嘴巴的，从心里面，一个是从物质上的，这些都要供应。这样子的话，他就会觉得，这个有两片，用行动来证明。另外，多说感动他的话，感动他的话。那有几个感动的话，来，你们现在，是由你心里面发出，真的是这样你才说，没有这样的不要说啊、哦。OK， 我这里讲几个，你们学看看，这个每次学了一定有效啊、哦。来，你看哈、哦，来，第一个怎样？你看上去还是很年
啊、哦，这种话人家听了都会怎样？很高兴。赞，哎呀，你做的这道菜太好吃了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尤其是怎样？过逢年过节，哎呀，妈妈，我回来最喜欢吃的就是你这一道菜，有没有？哎呀，他每次回来就会说这个好吃，真的有差，有差。好，再，哎呀，你穿这个衣服非常得体，非常适合你，有没有？他也会很高兴啊。再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孙子每天都在念你啊，是表示你很重要啊。再来。你说的都没错，你每次说了什么道理？你说哇，你说的很棒，你说的没错，好，要会讲话哦，然后再，你很会买，然后买的又便宜，然后又好料，又有价值感，哦，这个我告诉你，现在教这个东西，春节都会用到，回去就好好说哈，很重要。那路德哈，所以我现在最重要结束，还要跟大家说结束，就是路德里面很重要的。是怎样？不是只有讲婆媳，婆媳只是一个遇到故事吧，一个故事的内容。它主要是要表明说，上帝对人的爱，对外邦人的接纳，他对贫困的人的接纳跟满足。所以他是为了拯救，只要你是一个忠心的人，神就大大祝福他。好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再来就是神的慈爱，他始终就对这些人是有信实的。有公义的，然后他跟我们立永远的约，这个永远就是说，你即使在患难里面，你在患难里面，他仍然怎样会帮助你经过这个困苦，经过艰难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希望上帝用婆媳相处这样的话语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得力，在婆媳关系上，过去如果已经有状况的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从今天开始，重新学习。重新面对一个更好的婆媳关系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唱回忆的诗歌哈。爱，我愿意，希望我们用爱，用愿意的心，好，来爱我们的家人，不管是婆婆、兄弟姐妹，或者是其他的家人，我们都愿意爱他，爱和愿意。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。爱和愿意。
在神面前，愿爱神的真道比较好。